给我招人来。姐，你不成天都说你可难吗？今儿个我来当你家长，你去当点孩子，让你体验体验孩子的快乐。我当孩子，你当家长，说这你确定不？那必须来，今儿个我必须感受感受当家长有多难。那从现在就开始了啊！俗话说得好，一部手机毁掉了一个孩子。今儿个这个手机表现好了再还给你，让你看半个小时。表现不好，这个没得看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好，我不要手机了。你先给我点零花钱，我下去特当粉买点零食吃去。当好家长第二步，你作业写吗？没写作业就下酒啊？那平时不是先看会手机再写作业吗？你刚才少看了，来，给，一样做五页作文，做完之后有十块钱零花钱，我大方吗？平常跟你要一块钱都难死。我饿了，高兴兴来人家石家先生饭，先喝杯水减肥来。我要吃肉，赶快给我煎个煎饼。吃肉吃肉，你看我像肉吧？来咬一口。你有意思吗？我当家长是这样算的，你哪会吃啊？我不给你买，哪会吃啊？不给你做。俺妈这两天天天让我吃冬瓜炖海带，我没让你吃冬瓜炖海带都不错了。可以啊，你给我做去呗，冬瓜炖海带，我现在就要吃，我不吃我写不了作业。不要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家长还是孩子？你对家长这个语气，我看你不是给我胡乱角色了，知道不？你是搁这给我找事儿的。我哪找事儿了？我说的不在理吗？你妈平时都是这样对你的吗？你哪天起来不是先看会电视？你早上没看什么？不就这两天下暴雨，我出不去，我不看我那啥。吃了半天，顶天饿都起了。给我一个破板筋，你就想把我给打大了似的？大早上人家吃啊！你早上也得给我烧点面汤，你给我炒个菜吧。你不是饿的，你就这样当家长了是不？我现在吃不上饭也可以，你给我点钱，我下去买去。反正我给你点钱，谁给我点钱？我的钱大风刮来的。看吧看吧，朋友们，他每次给我要钱，我哪一次没给他？你看，就给他要点又吃饭的钱都不给。听听这个话题咱砸住不聊了。你看你现在肥了，咱能出去跑跑步跳跳绳吗？现在那个体育不公馆你心里面没点数啊？哎朋友们，我看着他不是给我胡换角色了，他就是在这找事了。我也是在为你着想啊。你中招体育不过关，这可咋整啊？你跳远跳远，你跳一米三还没女生跳的远了。你这是说的我吧？这不是明明在说你自己吗？那好，你既然越弄不愿意越弄，作业不愿意写，那我这两天有点累，你过来安安静。哎，你就是给我找人来。哎，莫来，我给你好好的干，过来。哎，拿不住我。是哪个？对了，还有肩膀，你吃呗。看他是不舒服，我不当家长了，我写作业，我写作业，写作业，写作业。哦，肚子也不舒服，肚子舒服，肚子舒服，错了，错了，我写作业，写作业。哎，不对，你不舒服，你这人恶心，很简单，舒服了，我再给你捏捏，我舒服了，我再给你，我现在浑身舒畅，哇。